請你哋立即離開。 借假死人煽动搞事，唔该揾个死者嘅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亲戚、朋友出嚟做下人证啦！拉人啊，已经多过4个人集结，违反抗议令。而家垃圾区议员专出嚟搞乱社会，疫情严重系要社会冇日安宁啊！香港系全球唯一一个地方需要同时进行抗议同埋抗暴啊！黑暴一日唔扫除，香港冇日安宁。